将伊忍辱为心念，令调念诸恶不生，人间合乎失情论？方可令忍辱大地啊！正道令断一切邪，地断一切贪嗔痴。哎呀，多用心啊，修行啊，一定佛法爱入心，佛法入心就是爱落实的行动，身体力行。人间啊，一定是在人群中，所以咱学佛还道理，就是将你入人群。但是在人群中，佛陀会教你呀，就是爱咱六道万行，学佛法，就是学安怎待人接物的方法啊。因为咱是在人间。啊，咱也是人间之一的生活的人，啊，咱要安怎生活，才会当解脱人间疾苦？人间的疾苦，不是一个人造成而已，是啊，人间事物，这合心了，这个苦，人间哪不是事事无不啊？苦要对倒位做来呢？当然，尽头啦，就是在咱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呢，就是因为有周边啦的人事物。这样本来就是这样，三欠一不可，有人有事有物，这种人事物汇合起来造成了咱的苦，因为有人事物就是造作起来就是业吧。啊，佛陀的道理就是教导咱，要安怎去面对人间。上好呢，就是人人也未作业的以前，就可以知影作业有果报，道理清楚啦，唔通作业。万一业已经成就了，要安怎去减低？那就是修行方法，是安怎样去弃除烦恼无明？这些道理呢，那拢爱清楚啦。所以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所以法一定爱听，听来爱真清楚，真清楚了后，入人群，人群中啊，就去甲大家人讲，未生善良心，已生善良情中，未生恶良不生，已生恶良速断。这就是佛陀教咱的道理呀。在人群中，有的是已生恶啦，啊，都要赶紧叫伊紧断哦，
也未成王呢，也就甲伊讲，唔通哦，唔通造成这个恶，还讲道理互伊听啊！啊，鼓励大家人爱行善，有哦，我有行善啊，真好！来，再继续造福人群啊，再深一层。认识道理呀，也乃也未行善，咱都赶紧呢，成就伊，引导伊，安怎来行善？安怎立人群，结善缘，认识佛法，了解佛法的道理，这是立人群呐，去。布施法，那对的人群布施，咱都爱练就了呢。咱安怎样爱有规矩？一在人群中难免啊，人事见解多，而且呢，修行呐，那无好好持好咱的心志，那么真容易。去受影响去，或者是呢，人间意见偏多，那无好，这个忍住的心呐，咱无法度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在人间立人群呐，出人群，立人群真闹热，出人群真。寂静，这种咱伫安乐行品嘛有讲过啊，所以咱必定呢爱学得会晓忍。伫人群中真开闹的地方，也咱心嘛无受影响。啊，伫真单独一时，咱嘛无感觉咱是真孤单。总是呢，保持着真平静、平常的心，这就是咱修行的功夫。这个功夫呢，就是伫这个忍字，咱要安怎持戒？咱要安怎去忍辱？咱愿意布施，啊，所以咱需要守规则。咱愿意去付出立人群，咱必定堪得忍耐。那安尼呢？你才有法度步步前进，去前进呐。对啊，人群中心不受物欲影响，不受人我是非动了心。自然的，咱心就专，咱就定啦，袂受周围甲咱影响。那会当安尼啦，自然咱智慧就产生咯。这呢，叫做六道万行，那这是忍嘛。是真重要，所以忍为心念，忍是伫六道的中心念，所以咱来忍啊，这忍就是咱的心念，心心念念呀，怎样爱忍啊？所以令掉你诸恶不生。有自己忍，咱伫忍中也阁会当精进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咱未去做着恶，咱还是保持着善念，真诶，这是需要忍，忍得住呢，
就为物欲来甲咱诱惑，忍得住呢，人我是非来威胁，所以就是需要忍住，真重要。所以咱会当有忍啦，咱会当调逆，诸恶不生啦，未受着，才影响咱的道心。顺咱的慧命，未来咱自然呢，都有安尼的保护着。所以讲，人间合好啦，就是经论。哎呀，人间呐、啊，人我之间，咱都无争啊，啊无争，卖计较啦，唔免论讲哦。我等你得啦，都不需要了。大家都会当欢欢喜喜、平平和和来过着日子呀。在人群中呢，不受影响。所以，宏阔宁静如大地，不管呐、啊，世间是什么款的环境。呀，咱呢会当安忍着，好亲像这大片的土地同款呐。不管是风雨来时啦，风来雨来，虽然呐、啊，风来呀、啊，地上物呢哈受损呐、啊，这片大地呢还是。安然自在，虽然呐、啊，水来淹呐、啊，但是呢，同款水退了后，又还是一片的大地，实在是呢，火烧过啦，万物焦，它如炭，但是清理好呢。还是一片一大地，虽然呐、啊，地震呐、啊，山崩地裂呐、啊，确实呢，这片还是呢，悠然是大地啦。地球本来呀、啊，就像有山河大地啦，沧海桑田，本来呢，就是安尼。还是在这片大地的面顶，海也是大地。总共一句，咱要真清楚，不增不减嘛。不管呢是高是低，还是无离开大地。大地总是呢天地万物所作用。所涵盖天地万物，不管是什么款的境界来时，大地呢还是会当啊适应环境，包容着一切的环境，所以这样宏阔宁静如大地，这种是啊在。人间呐、啊，咱爱顺应环境，但是呢，爱不变呐、啊，不变它包容不离它的道理吼。所以正道令断一切邪，只要是正道啦，都、就是一当断除一切邪恶。这个正的道理啦，什么款的邪恶啊？只要自己正，自然就会修改掉了迄个偏邪的道，咱会当该修改过来，所以要好好用正念啦，正道正念啦。自然，咱就会撇离了迄个邪，邪就是有毒啦。
咱要走一条的正道，都唔通毫厘寸步偏差，必定爱行在正道上，撇离这个邪风，看看容易大易风，就是因为呢时势变啦。佛陀呢，也是为了人心时势就是有变啦，所以伊就爱应这个时势的不调，就来生人间教导人人心念向正的道理去实行，这呢就佛陀一代师因缘来人间，只是咱向前正道行，撇免啦迄个偏邪的邪道，这就是咱爱注意吼，是会当地断一切贪嗔痴，咱啊心中有正道啦，咱就会当地掉了一切贪嗔痴啦。世间真多呢陷阱，这个陷阱处处啦。咱心中若有正见、有智慧，就会当知影安怎样开辟出了一条的正道来，陷阱呢就会当辟开啊，安全到达迄个正确的方向。所以讲，咱用心、用爱经营这人间大地吼，期待呢，咱会当平安到达咱的方向，这是真重要。那也就是心呐，那有偏差，爱赶紧呢用法来调整，亲像咱的心身体有毛病，赶紧呢爱用药啊来调理。同款的意思吼，在这段文，甲前面咱所讲的，这医王，那真好的医生，是一个家庭真多的囝的老爸啦，他会当治理真多人的病痛，确实呢。家己的一群囝，摇啊便便，就未晓要爱，去提药来吃。老爸呢，用尽心机制作了真好的药，但是心神不定的人，都无想讲吼。要把药啊好好利用，还是呢？真可惜，有老爸伫咧，所以老爸啦，才讲用种种方法，药啊做好真好的药，留伫厝里。那甲囝讲，我阁有代志啦，我要离开，老爸啊。已经是有年岁啦，可能也无偌久啦。我即马药啊，甲你放伫车，我有代志，赶紧出门去啊。会记哩哦，爱好好吃药啊啦。真诶，老爸的慈悲都安尼呢，一叮咛再交代。这开始离开，离开了后啊，就叫人来甲因囝讲，甲伊讲，
老爸伫外面啊，已经是往生啦。这样用安尼的方法，真正有人就来甲这个家庭的囡仔讲，恁老爸伫外面已经呢往生去啦，囝听到啦，懊恼悲痛，这。觉醒起来，这呢，就是安尼伫咧披露众生，就是安尼佛在世的时啦，就是未晓要珍惜两千多年前啊，有偌年正多呢，诶，我都到迄个时代，佛陀呢已经。在人间说法啦，有人会当仰慕佛法，来皈依佛法，来跟随佛的教法修行。但是呢，也阁有一大群的人啊，想尽办法，对不对？迫害佛法，不只是唔听。听法，唔听将佛的教法，啊，佫都要破坏佛法的，这下佛世的时代就有了，甚至佛的僧团中啦，有的弟子是不守规矩，那亲像提婆达多，他就是。反恐佛，也是反佛，还要来害佛啊！也搁伫僧团呢，所属有个人就对着提婆达多去，那就是来毁佛的僧团。哎，嘛有安尼呀？所以呢，佛都在人间时，迄、那个时代。佛法呢，也受了真多呢的坎坷，真多的无明啦。伫佛的僧团周围啊，都是真多这种恶言呐、啊。佛陀在世，都有这么真多的恶言，何况讲。佛法的现在呢，所以咱都要知影讲，在这个恶俗时代，佛法的道理是这么好，咱好好要信守奉行。佛法就亲像一位的名医。所开的药单，所留下来的药啊，会当传啊，传在现在。现在，这是地势良方，咱应该好好呢来使用，和咱的慧命成长，咱爱有这个使命。确实，人间啊。这是一个观念，在人事物中形成了天下呢，大小乾坤呐、啊，都已经有变啦。那敢会当安尼，就是过着懵懵懂懂，今生来世由不得自己，苦集啦，一定呢。安尼连环落去嘛，咱应该爱找出了灭苦的方法，灭苦的方法就是一贴药啊，灵风妙药啦。咱爱殷勤精进，依法啊，依方炼药，咱有这个。宿命
咱爱甲这个药啊，安尼不断不断再传以后代，这是咱的使命啊。所以要安怎要靠，咱都爱修行以道。咱家己若无身体力行，家己呢若无好来锻炼自己的心思力量呐，那是要安怎样？在人群事物中去克服，那安怎样做出典范呢？来引导他人，这就是咱哎，家己真精进。精进忍辱，这必定爱有六道万行啊，是咱需要。所以清明一文，咱爱好好再好好个了解。所以清明一文就是安尼讲啊，作事教义，福祉他国。已经呢，这位医生啊，把药啊做甲真好势，收甲真好啊，要出门，甲囝交代了吼。那、所以安尼，甲囝交代叫做作事教育，甲因教，你若有安尼的病，你爱好好吃安尼的药，这一项一项的药啦。甲因指导，那药啊做好伫遐，啥物病都爱用啥物药，安尼甲因教啦，教好用，都服侍他国，就开始离开家庭，都到其他国度去，在中间度众生的时间啊，无有停止。救人的时间无有停止，这个家庭的囝有病，我开药啊好啦。其他的地方也阁有病的地方，所以我这个医生都爱过来去其他的地方，过来去甲人治病呀。所以呢，安尼阁有其他任务，所以呢，服侍他国。就是搁再去其他的地方啦，那出去千宿凡国，就甲交代一挂人讲，去甲阮囝讲，就是老爸已经死在他乡啦，所以安尼啊，你父已朽了吼，时时啦，祖祖门户悲伤。背就是离开啦，离开家庭啦，往生在其他的地方啦，所以心带忧恼，日作思念啦。若夫在家，自泯我定，我老爸一定呢，真疼惜我。老爸一向都是这疼惜我啦。啊，我有病，老爸一定会甲我治疗，所以宁愿救护。我若有病，老爸会甲我救，会保护我啦。今者下我愿送他国，即嘛呢？我的老爸已经呢啊离开我，伫他方安尼。再也未去倒转来啦，这是这群囝呢，
有这个怀念的心咯。怀念的心起啦，这个所在就讲这段文再讲咯。自为孤陋，无福是孤，胸怀悲感，心随生亡，乃至处欲色名香味，即至福之独病戒禄。这段文呐、啊，咱爱真清楚吼、哦，啊，已经开始伫咧怀念老爸咯吼，自悲惜父爱。即嘛呢，老爸往生啦，知影老爸呢是这么疼惜我。人若过身去，才知影珍惜，这个囝嘛是同款啦。现在才知啦，知影老爸呢，再也袂可倒转来啦，心呢就真悲痛、悲痛。老爸呢，已经袂倒来啦，我永远都失去了父爱。失去了疼惜我的老爸啦，我将来呢就无得依靠，我无依无靠啦，无得通好依赖，也无得依靠啦。较早老爸呢是一个好的医生，也我身体无好，老爸会来疼我。会来照顾我，现在我已经无啦，所以因为安尼心随心亡，这个中间，家己已经觉醒起来啦。我的老爸这么疼惜我，我现在无老爸啦，我家己呢，应该爱站起来，唔通阁依赖。现在已经无得依靠了，身体呢要好好调养起来。就亲像咱智慧要家己自成长啦，咱本具有如来本性，咱有清净的本性啊，咱应该呢，咱呢清净的本性。家己爱好好成长起来啊！在这个时阵，已经呢觉悟啦，福业念流良药。这个时阵，知影讲爱较紧用药，也较紧呢啊佛法啦，咱爱赶紧认真，就亲像有病的人，会晓想要赶紧吃药啊。那么，咱现在呢，是要求智慧、智慧自用的良方，咱爱赶紧咯吼。所以呢，已经回忆了老爸呢，留落来药啊，到底伫多位？佛陀的法到底伫多位啦？咱爱赶紧找啊，啊，好好。受用药啊，找到爱紧食，也难修行啊，也精进，找出了修行的方向来。所以呢，譬如众生啦，佛陀已经不在人间啦，所以大家人爱自我警惕，佛陀。2000多年前，已经啦，
就是涅槃啦。现在佛陀不在人间，确实呢，还是留着佛法在人间。大家人爱赶紧自惕咧，爱警惕自己呀、啊，爱自己爱勉励自己呀、啊。所以呢，勇于精勤修行，是当初家己的慧命，家己爱顾啦。这样修行，只是为大家人开一道门。古早人嘛，一句话讲：师父引入门，修行在地主。人人各自惕励，家己爱警惕，家己爱自我勉励啊！切，爱赶紧勇于精进，好好修行，法爱好好接受，身体力行在人群中，那爱把握时间咯吼。自然，那会当体会。苦集灭道，苦在哪里？在啦，这已经老早都在苦啦，也在啦，在苦的来源啦，就是因为呢，积，那一直累积累积啦，累积下来呢，这些累生世的业力，由不得咱自己。所以引来今生啊，咱既然在今生出世了解了，赶紧把法啦用在咱及时这个时间，除了这个时间，过去求不可得，未来呢，咱也不得去向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时间，咱来。赶紧把握，所以要及时断除这边吼，这即苦啦。咱所有的烦恼，现在要去除呀，烦呢，要赶紧呢，用吼，要赶紧啊，滚滚复用啦。那常常讲，得一善。滚滚复用，这好的代志，实在的话，咱今仔日听到，今仔日呢，都爱赶紧用在人群中。安尼的话，就是咱的啦，有用出去，某某人对我安怎好，教我什么法，那就是某某人的，某某人就是听到这个善法。所以呢，应用在家己的身躯，那来帮助别人。所以呢，法就是爱成为家己所做的，这才是真实法哦。佛陀把这个法呢讲给咱听，用是爱用在咱家己，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啦。所以讲。自为孤陋，无福是孤。那就是自是为心，心无所依归。已经呢，老爸都无去啦，所以啊，咱家己呢无得依靠，佛陀已经离开人间哦，那法留伫人间啦，咱要依靠啥人呢？也无有佛在人间，好何咱依靠呢？所以啊，咱真正是真孤独啦，那但是。咱爱好好发
在咱的身边，要好好把握。也那无呢，咱永远啊，都是真孤独、无依无助。咱也无教法，用在咱的身躯周围啦，还是呢，只干那人生加上啦，咱的慧命，阁有虾米甲咱做伴呢？生命中的周围，咱若一无小心，可能呢，咱会做着业。唯有慧命啦，咱的慧命有偌济呢？真正帮助咱慧命伫咱的身躯边的呢？咱若无好好吸收佛法啊，安怎样增长咱的慧命啊？咱的慧命真正是真孤独、真孤单，咱应该要好好呢吸用、吸收啦。佛陀所留落来的法，佛陀既不在世，咱若阁无用法啦，法阁无该用入心，真正咱是真孤独，这空白来人生一转。那人生一转，又是呢，再搁再一种种的苦缘，再搁再带去来生，所以咱来好好自我警惕吼。所以啊，必须胸怀悲感，心随心悟。这个时阵，咱就是爱觉悟的时啦。互相相怀，彼此，咱来时时，哎，心爱怀念着佛陀啦。各家虽然离弃咱两千多年，咱呢，同款呐，也都爱乱摸伊佛，就如佛陀才离开咱无偌久，佛的教法呢？就是在咱的身边，咱必定爱有安尼的心念哦，所以安尼才是心渐起悟，起悟起来啊啦，安尼精神呐、觉悟呐哦。佛虽然不在人间，但是呢，咱已经是觉悟了吼、哦，应该爱好好修养啦。所以乃至出欲色味香味，即是福之毒病皆入。已经爱知，渐渐爱去感悟着吼，那知影这个药啊，是色、香、味拢真齐全，咱应该爱好好欢喜来祈福，这就是譬如佛法的妙啊，立即深奥，那若能依教奉行啦。即令诸烦恼业色尽，所有的烦恼业都会当去除啊！只要咱依教奉行，咱入灵群呐，
不受人群呢来困扰人，也不受呢物质来诱惑人，自然呢，咱就弃敌烦恼，业就会当无增加，阁会当消除业障，所以即次福之道并该如何？那咱若好好药啊，好好食，自然呢，毒病就会消咯吼。那法好好修养啦，烦恼呢，都慢慢去除了，来爱用心。所以讲，良药应是妙药行存呐、啊。好家在，好家在呢。这个应是妙药，永远拢留伫人间，因为道理是永恒呐。佛陀已经甲咱分析，甲咱教导啦。道理呢，永恒在人间，所以。如来灭惑啦，众生痴悟，佛陀入灭了后，众生呢应该是痴悟的事，所以福药修行，好好食药，就亲像呢，咱伫咧修法吼，那咱伫咧修行啦，咱依教奉行啦，依足因缘，用安尼呢。来祝咱未来来生呐，不惜这个法，咱已经把法呢培养在咱的心识的内底，那咱转识心地，已经把咱的意识啊，那转为咱的智慧啊，这法已经过滤过啊，是清净的法。清净的法呢，就是智慧。所以人间一切的相识啦，咱已经立为智慧啊啦。所以福药就亲像伫咧修行吼，那依足因缘，那这个智慧呢，咱来生来世知影方向，会当着好的因缘。成就咱的道业，吼，那灵感未来应化，咱未来要搁度众生，有咱今生出世转世成地，啊，转世就是人群中的经验啦，咱不受伊影响，也搁是增加智慧，烦恼即菩提，转烦恼。就是菩提啊，那转世就是智慧啊，累积今生出世，这种转烦恼成菩提，转世为智啦，这个经验来生来世啦，就会当有所这个应化的机会吼，咱会当应因缘呐，咱会当赶快接触到。这样好的一年来度化众生，这些咱应该呢要真欢喜吼，有这样的一年，这叫做安乐行。只要咱堪得忍啦，啊，愿意精进，这咱就是运用安乐行在今生出世，所以为教经历啊。有安尼一段经文讲，机密得道者，皆悉依足得道因缘。
这个时阵，咱对家己呢，嘛是爱好好，那做咱未来呢，会当得到的因缘呀。咱现在呢，当修者，那咱甲因结好因缘呐，希望来生世呢，搁再接落去，咱也搁再有因缘，咱来度化伊，真呢是因缘吼连接啦。总是爱好好用心去实行，所以讲，几乎文字色意的错，心便来归，含蓄见智吼。这段文再安尼讲，老爸已经听到惊啦，开始会当吃药啊，家己呢？会晓去吃药来吃啦，听起来，囝也已经呢，慢慢啦，已经康复起来啦，真呢，已经有希望咯，囝得救咯吼，那因缘成熟了啦，老爸呢听着欢喜啦，所以呢，伊搁转来咯，这都是佛他，就是。阿弥呢，再回人间。所以啊，佛虽然呐、是讲离别，其实呢，佛并无离别，伊呢。讲入灭啊，只是呢要利益众生，是方便呐、要来劝大家人，和大家人了解，讲啊，你现在那无认真，那老爸呢，就是药啊开好，老爸老啦，我这回爱出门去啦。大家人爱好好呢，有病都爱用药，真呢是安尼老着啦。分呢还是老着未来要多的因缘，所以分那是当时老伫人间，都亲像迄个家庭的囡仔，老爸定定伫这个家庭，你都会靠势。老爸那离开啦。老爸死啊，你都会晓，会晓要珍惜，啊，会晓要软磨，会当要尊重老爸，啊，知影老爸的好，那才会晓要去珍惜伊开出来的药，你才会晓要去吃。你明记载，老爸是真高明的医生，自然呢，家己有病痛。就会想到老爸开的药啊，真好，就会晓要去吃。所以佛陀讲是涅槃呐，其实呢，他就是为众生一个方便吼，和众生呢知影佛已经无伫人间，佛法呢真宝贵，道理呢。真微妙深奥，爱用心去体会、去了解，一定呢，就是道理入心啊，会当体悟正知佛的教法啊，好好去体会。所以咱啊，日常生活中呢，一定呢，爱时时刻刻，唔通袂记哩了，咱是。追求佛法，学佛道者，应该呢佛法所教育，咱爱依教奉行吼。即使佛陀专心人间呐，这一大事因缘，那就是教导行菩萨道，即行菩萨道啦，六道啦，这六种的方法。咱必定呢落实在人间，
时时受用，人间呢最需要用到的，那就是忍辱与精进，这是咱日常爱用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